林丹无缘三圈大满贯出征亚运男团，仍是主心骨国羽出征雅加达亚运会的20人大名单揭晓。林丹位列其中，但只出战团体，未拿到男单资格，这意味着超级丹有机会为团队赢回亚运冠军站好最后一班岗，却无缘男单三连冠霸业。看来林丹的这次亚运之旅注定是机遇与遗憾并存。